走来，重头戏来了，今嘛就要颁年度最佳优良员工奖。今嘛的主角要换我，你等下替我去几条要走，别跟你计较。咱的董事长上重视的就是这个奖，希望得到这个奖的员工会当变作大家的模范。得到这个奖的，就是客户部经理林美的。那安尼刷落来，咱就来看林经理的一个介绍。Thank you.
林美妍，啊，你拄则毋是伫温情喊话，希望维云赶紧转来。恭喜你，愿望成真了，维云亲家转来啊！林美妍，你是毋是想讲我已经互你害死啊？你就会当当大家面头前讲白话，拢是讲维云伫遐有白讲的，伊就是怨妒我，生气你的速度比伊较紧。所以就要抹黑我，你真正有够过分的嘞！是谁抹黑你啊？啊，若无你讲啊，你巴肚内的囡仔敢毋是黄玉生的？我母亲讲，我差一点就死啊！我哪有时间留证据啊？你就是无证据嘛！大家听到无？你就是在陷害我！小哥没见过哎，就那输掉，哪能见面啊？我是检察官，我讲的话大家会当相信。我今日来讲哦，就是要把我亲目睭看见的事实讲出来。前几天。林美妍就是用伊的双手，把维云妈妈撒落去水底。林美妍，你真正有够可恶的呢！黄玉生啊，你安尼目睭金金，看林美妍把我扯落水底，你到即马，你搁为着顾你家己的名声，唔敢替我维云讲话，就算讲你把我救起来啊，哎，不过你欠我维云的，你一世人拢用袂清啊！我即马宣布，典礼取消，唔使个输。因为信怀跟你还有合约，所以你就做到合约结束。以后信怀不会跟你合作。林美妍，对这么开始，你已经不是信怀的员工了。郭头长，等一下你来我办公室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董事长夫人，我拜托你，我甲你跪，我是无简单才做经理的，我拜托你，我不爱离开三宝，我拜托你。林美妍，你家己做啥物代志，家己想清楚。我少想要继续留伫三宝，无可能。我有拜托你。林美妍，卖个闹啊！我叫保全过来，你会更较歹看。妈。妈，婉云，妈，我总算替咱母仔讨回公道，而且我嘛会当回去顺发上班，开始新的人生啊！哦，那回来顺发，起码婉云哦，搁升做财务部的经理呀。真是的哦，婉云啊，你的辛苦已经有代价啊。王健，多谢你斗三工，让我会当回去原本属于我的所在。还无算斗三工啦，我刚才是真过分啦。原来你就是维云背后的那个男人。你好，我是维云的闺蜜陈小春。多谢你替伊计划一个这么精彩的正宫复仇记。都叫你把阿姨扫出来，让林美妍致命的一击，真的超帅的。我确实哦，是靠颜值当我的检察官呢。
喂，我叫什么？你失踪了，我才了解，你是我生命里底唯一袂当失去的人。有你伫我身躯边，就算我得奖，还是接到什么大 case， 我都甲你分享，一点仔意义拢无。喂，拜托你，跟我回去厝内底好无？温馨提醒：一般犯罪三年来再犯率是20%。你到底什么人啊？我再讲，我嘛不是罪犯啊。对，你不是罪犯，啊，不过你是渣男。第二摆出轨的机会哦，搁较悬。你，等下，你就是顶到林七嘴的时阵，就是讲我咱不是原因，结果煞咱唔对迄个人。即个你搁啥物证明出来？有原因就有你。你干什么管他哩？黄玉生，你是检察官，来协助办案的，你可有准则的？你给我等伊出来的，我有要甲你讲。我唔该等起你放手。你给我等起啦！黄玉生，你莫变个外语。行。我的脚头，真疼的。先叫你唔放手啊！外语。你是去倒位学这招呀？阮师傅在遐。Good job。喂，我拜托你，我的囡仔袂当无妈妈。我袂当去予人管，我甲你拜托拜托拜托，你别对付我的囡仔，你外面爱我安怎拢会用的，我拜托你。在我沉落水底的时阵，我想通这个代志，上好的报酬，就是过了比原想的搁较好，搁较幸福。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绝对做到够。我袂讲你，怀孕，所以你原谅我。奶奶，你甲怀孕继续甲我做朋友。你去吃干饭呢？高伟宇，你是给他杀了罪，他才进罪行。你敢真正要原谅伊？高伟宇，不是讲你要原谅我？我的代志，我家己做主。我无要追究，那是因为我无想要再跟你有任何的纠缠。这个嘴皮是我替我妈拍的，你明明知影我妈身体无好，迄天你为着要甲我引出来，搞到我妈洒落水，我警告你哦，你最好是莫再接近我妈，啊那无，绝对会甲你告到死。你当真正不爱过啊？说话当害你正义，迟来的正义，嘛无法度改变现实。我刚才想要清醒过一次。林妹爷，这个代志哦，还袂过追诉期，你家己好自为之。